好，先欢迎两位我来香港。那我先访问一下 Jenny 好了。其实你在那个电影里面呢，就是那个摄影师。然后其实平常呢，在电影以外呢，你是喜欢拍摄吗？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拍照。然后因为工作的关系，所以其实我常常会带着相机在工作之余，然后拍很多就是去不同地方拍片的风景，还有跟工作人员或者是大家的互动。咁啊，阿光宁咧头先就话，其实咧佢喺工作嘅时候咧都会去带住个相机去工作啦。咁啊，平时影下啲工作人员啊，或者去影下周围唔同嘅环境嘅。那其实呢，你在平常的时候会拍到一些特别的那些比如说景物啊，或者是的那个表情这样。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有一次在英国，然后那天天气不是很好，但是我就拍了一张照片的瞬间，我按下快门的瞬间，天空就亮了，然后就光束就洒下来，然后那张照片后来似乎看起来很像就是耶稣降临的感觉。哦，佢就系话咧，其实就喺英国咧，咁就影嗰个嘅，即系影相嘅时候啦，咁就啱